安妮好，我是安安。小安今天要来拍吃播，而且我们今天要吃的是全鸡。我怎么举它？我举这里哈，它小腿。你看没有，脸还大。我们今天要把鸡自己淋气酱上去，我们来开始吧。开始做 cheese 酱了。首先呢，我同事跟我说，他先加牛奶，哦，其实我不知道加多少啊，一点就好，先加一点。我加半瓶，跟我说一点就好。然后呢，要加 cheese 下去。我就喜欢吃很多味道。那我是不是还要加这个？对，你加一个。你要先小火吗？啊，怎么办？我先小火啊！你们害我好保温。哎，感觉好咸哦，那感觉好肥哦。会不会太稠？不是天真就行。也没有啦。这好像真的是我做最成功的一次哎。哎呀，好爽啊！烧焦了，我看那个地方烧焦了。鸡腿打个洞，把皮都弄掉。好爽。嗯，它鸡很嫩耶。我跟你说，不掉色口红都是骗人的。你看，都是假的。管教练啊，教练可能要好几个礼拜后才看得到。鸡皮加 cheese。我同学之前也跟我说过，他们觉得看我吃东西的样子，东西看起来很好吃，有吗？还可以吃一只鸡腿。我是吃的很不淑女啊！你想想淑女的吃法怎么吃哦？嗯，慢慢吸吧。我想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吃鸡的时候，吃之前要跟他说说话，他才会比较好吃，然后要爱抚他。鸡呀鸡呀，我现在准备要吃你了。没关系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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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再一口吃。嗯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哎，我想放弃这只鸡哎，它让我头很累。好，我先吃这个好了，那鸡翅。
嗯，我好像可以把它弄成一个 cheese 棒棒糖。我真的超讨厌吃鸡胸的啦，我上次吃一个礼拜鸡胸，现在吃鸡胸。越吃越委屈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一次我在挑战那个健康餐吃鸡胸肉的时候，我某一天晚上跟我朋友讲说，我真的好想吃麦当劳，然后我就哭了。啊有没有你快吐快吐的感觉？能吃炸鸡很快乐，可是吃太多有点痛苦。那你口红是不是全掉？剩下上面跟下面。那我还擦掉。很想知道到底有多不掉色的口红，可以让我吃吃播的时候可以不用掉口红。请大家推荐我。我用很坚定的眼神看着我的观众。你要成为吃鸡的女神。我要成为鸡女神。没有一个男生不喜欢吃鸡的女生的。我很会吃鸡哦，你看。哇，现在又可以继续了哦。好像又不行耶。嗯，而且我还系皮带，我好像解皮带哦。解不了。解不了对你的依靠，失去多少，该怎么好。好爽哦！有多胖？不是，要让你一直撑，我好爽哦！没有皮带的束缚，可以再吃一口，一口。抱歉。好，明天到这里，谢谢喜欢我们的按赞哦。嗯，好，至少把这个吃完。这个皮已经不脆了，我还要吃这个吗？我刚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太腻了吧！结尾就是我吃不完，而且我吃到很想吐哦。决定这是我的晚餐，好，好，喜欢我们，我干杯！好，喜欢我们的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好，开启小铃铛，谢谢你喜欢我。你有点饮料吗？你不要吐，我没有吐，反正我点的是超不解腻的东西，有点芋头牛奶。